本所于40许哦，获报在中华路24小时营业之卖场有火灾发生哦，立即前往协助交通管制哦。待火势稳定后，初步调查哦，西之卖场的20岁顾客哦，郭南，在另外两名同行友人的怂恿下哦，于卖场内清洁用品区哦，持打火机以卖场杀虫剂哦。喷洒助燃而引发火警哦，全案讯后将郭等三嫌哦，以公共危险罪嫌哦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